进来的东西吗？你来的交学费，你都不会写字，应该不得交学费哦。作业怎么做啊？啊？那边交。今天给老师去报名了啊，是不是？啊？好像不说是吧？啊？走，走。你不钱，我的钱呢？正儿八经喊爸爸把钱拿出来，要交学费。口罩戴好啊。还爸爸口罩还是有点疑了想读书了是不是？是啊。今天街上看手机啊。找老师子，找老师快点，老师在嘞。秦老师，喊秦老师没得？同志，他坐哪一边了嘛？对不对？天我的，天我的，哎。把那个秦那个陈老师嘛拿出来。先把纸纸拿给老师。啊，可以了。没看天对不对？有个电话那儿没填是不是？刚才老师说的读书啊，还要等几天啊，因为今天报名还是分批次对不对啊？老师，可以报名了啊！今天这些都是来报名的。可以报名了。小班几岁了？三十多了，也可以读中班了嘛？那我们还是要先回去啊，回去了再说。到时候直接把甜甜弄成中班了啊，就不读小班了，中班超级读书啊。妈妈可以出去啊，二少读书。二少啊，中班二少读书啊。在我们先回去，龙嘴。龙姐回去要。啊，二少读书啊。啊，老师拜拜。老师拜拜。拜拜。我们要先回去啊。现在。先回去了。还读不了啊。全把你送到小学生来，都不得行。